这个电风扇有人见过吗？它不仅方便折叠收纳不占空间，而且还是一个小台灯，方便晚上使用，自带有 USB 的插口，不仅可以为手机充电，关键还是一个手机托架，四档风力还能自由调节，特别是还能加水进去，可以保湿皮肤。